吃完，吃完，大家好，嗨。收看国光帮帮忙，是吗？去，我秋文，大家晚，大家好，来，玉奶玉奶来来，玉奶来站住谁？你今天穿成这样子干什么？小心机，啊、小心机，小心机，哇，你小心机，我们就变大啊！我们也要讲什么？你就晓得啊？哎、欸，他是刚加入我们的，对，给鹏哥举个公筷，鹏哥好，一个月了吧？有进步，非常好。哦，谢谢冯哥，这个衣服太厉害了啊！来，再去个旁边，小心他的咸猪手啊！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，周鹏，嗨嗨，我周文，大家晚上好。老大，我们都知道，就胸部大的女孩子在运动上面来讲，可能比较吃力一点。对，吃力在哪里呢？跑步的时候，梁云飞你有低？对呀，没有，但是因为我平常喜欢穿就是比较舒服运动式的内衣，所以它没有集中。那我今天就是为了你外扩，塞了多少东西在？就外扩的？我没有外扩啦，就比较像欧美他们穿比基尼。你是刚刚那天垂肿的人。真的是大胸部。我跟你讲，他的胸部有一部戏哦，是可以形容的。哎，怎么说？向左走，向右走。什么？大胸部的女生，我有一个，就是我小时候是田径队，我喜欢跑步。嗯，跑步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发育会不好看啊，会这样甩嘛，所以跑步的时候其实要这样，就是跑很快的时候要压着胸部，抽一下这样。不是，你又不能太。人家甩就这样甩的，他是这样甩。跑步可以啊，来，就是跳舞，跳舞，对，因为从小就是学跳舞，跳到大，对，然后有些动作就会很局限，因为我们要穿那种很贴身的那种紧身衣，对，然后就下腰可能就是衣服都已经掉到这里，然后就，哎呦，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信，怎么可能？下一下，看一下，为您带来下腰，来来来。真的可以吗？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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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淡江英文系，淡江英文系，厉害啊，厉害！路过的，二零二二年啊，好了好，英文系就是表示说不是胸大无脑啊，对，顺利毕业。那一呢？我就是以前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都胸部很大，他觉得说很像一个奥迪跑过去，奥迪四个圈圈，老师蛮幽默的，请来说。想交个奥迪啊！你们有话讲吗？有啊，怎么不赢啊？优势，讲一下优势啊！都是双 B 跑车开过去，好吧？先从优势啊。因为像我们这种胸部比较小的，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我们很会运动，而且身体很健康。好，身体很健康的重点。知道了，好，有吗？这边吗？对啊，健康。好，你讲丽卡一定很健康。丽卡，蔡西。嘿。好。我这个上课的时候啊。抢便当抢厕所永远都是第一名，没有人抢得赢我。Who care？ 因为我太会钻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小只，太会钻了。没有主力。那些大胸部的就有在后面吧。大胸部在后面是因为被我们拦下来聊天。哎，开心会游泳。对啊，我水性很好，我还会潜水。水性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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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
还是你还是唱至少还有你好了。对，不要吵，唱歌啊唱歌。胸部小，游泳比较没阻力啊。对啊，倒是。我他这样一跳下去，起来，澎湖到了。太快，太没阻力，太快了。你个，我是全年级的跳绳第一名。跳绳厉害，跳绳绝对没阻力，而且他筋骨非常能 Q 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卡棍，你卡棍，你卡棍。